谢谢，平安。嗯，这只海豚送你。啊，你等正式比赛的时候，你要游得比他还快哦。我就是为你游的。从小我就害怕失去你，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掉到泳池里，差点淹死。我从那时候就发誓，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游泳高手，永远的保护你。我知道啊，平安很努力，而且越来越棒了。 妈妈有平安就什么都不怕了。哎，对了，妈，我已经存够了钱，可以带你跟我一起去中国比赛。啊，真的吗？嗯，我也可以去中国。当然了。谢谢你，谢谢你，平安。哇！<笑> 好，注意一下，这边，好了吗？好，哎，灯光好了吗？高一点，高一点，哎，再上去一点，一号机，一号机，从这个角度把景带全了，天涯何方？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周雨辰，很高兴在这个属于爱情的节日里面，能够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将帮您向心中暗恋已久的人、不敢诉说思念的人搭起爱的桥梁。雨辰，哎，我看看啊，哎，差不多，差不多，嗯，等一下，三十秒以后。 要有一个波澜迭起的高潮，初恋情人缓缓出场，知道吧？嗯，啊，红导，嗯，初恋情人出场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他拿一束玫瑰花送给那位女士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来不及了。您放心，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哦，好好好好，可以吗？徐哥，嗯，啊，就位了，快进去，差不多，快点，快点，我要赶时间。 准备录像，各就各位。好，好，好，来，好，各部门注意，大家准备一下啊！哎，好，徐哥，可以了。嗯，徐哥你好。现场准备。哎，各部门准备，五、四、三、二。各位观众，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我们陪着您寻寻觅觅，希望为您搭起鹊桥。 让您心中思念已久的人走上这座桥，和您相聚。您好，我是许仙。你好，我是雨辰。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就是张晶晶女士，有请张女士。张女士您好，欢迎您。雨辰，提前愿意和我们搭起雪糕了。温馨浪漫的这条。雨辰，这边。我想问一下您，您是怎么和您男友相识？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张女士，您能跟我说一下？张女士回想起他们过去的甜蜜时光，现在我们就用 VCR 带各位回到过去的。VCR 五秒准备，听。好，进入 VCR。平安。妈，怎么了？我面做好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啊，好。赶快吃，赶快吃啊！好香啊！开动了。好不好吃？妈，你做的真好吃。真的吗？你教我的呀！我告诉你啊，我看过时间，我做了11分钟。不要再喝那只破表了，早就坏了，该扔了。谁说的？不许扔哦！我会生气的。别再想那个人了好吗？你别这样嘛，人家只是很想念他，我怕嘛。我怕他会忘我吗？妈，你有我这个儿子就好了，不要再想那个狠心无情的负心汉。妈，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凶的，吓到你了。好了，不说了，你别难过啊。对不起啊，妈，快吃吧。好了好了啊。平安，我也很想念雨辰，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最近刚争取到一个助理主持的工作，在帮着主持节目。妈，他表现得很棒啊！我们这趟去中国，我想找个机会带你一块儿去拜访雨辰的妈。啊，真的吗？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雨辰。许哥，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恭喜恭喜！行，我听说又破纪录了。这次比赛我一定会把金牌挂在你身上的，等着吧，你是我的，这辈子我绝对不会让你跑掉的。对了，这一趟我妈也会跟着我一起来，我妈说她非常想念你哦。雨辰，我很想你。你是来比赛的，又不是过来玩的，他来方不方便啊？没问题的，更何况还有你帮我照顾我妈，你说对不对？我还在棚里面，先不跟你说了。拜拜拜拜。带个心智只有10岁的妈来。雨辰有没有说很想我？他会不会来机场接我们啊？你放心，他有空就会来的啊。赶快吃吧，不吃就凉了。好吃，好奇怪的味道。平安，你做给我吃好不好？那好，我马上重新弄一盘给你。妈，你等着。小张啊，好了没有啊？好了，自己看。好了。哎呦，小林呐，你呀、啊，你就不要再画了，化妆品很贵的，你买得起吗？小张啊，快过来看我们家雨辰的节目啊！雨辰的节目啊！哎呀，你好，我是许仙。你好，我是雨辰。很漂亮吧？是不是？这都是我画的，好美呀、啊！哎，佩英姐，要不这样，从明天起呢，你来工作，我天天帮你画。真的，小张，你用咱们店里的化妆品给店里的清洁工化妆，你是不想拿工资了对吗？我小气鬼。哎呀，我看雨辰就是个小助理嘛，站在边上连话都插不上，再这么混下去啊，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哎，我徐丽的女儿一定会出人头地的，一定会扬眉吐气为我这妈争气的。
哎呀，我说徐丽啊，你还真以为你女儿了不起啊？扬眉吐气这种词儿啊，用在若愚身上最合适了。她马上啊就要嫁给一个大会计师了，从此以后啊就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了。切，会计师，会计师不就是给人家算钱吗？还是算别人的钱？以为跟在别人后面就可以捡到钞票了？还是我的女儿有本事，我的女儿又漂亮，等她有一天呢成了名主持人，我那才叫金山银山吃不完用不完。哎呀，得了吧，还是等她当上正牌主持再说吧。哎，我说你这张臭嘴，小张啊，给我拿一瓶，不，两瓶。两瓶什么？除臭的香水。停车！停车！伟凡，你怎么开车的呀？我都快吐出来了！你看，这些礼盒都掉下来了。若雨，现在有一个职业呢，叫快递。都什么年代了，还得我们自己亲自送这些东西？再说你们家亲戚也太多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呀？我妈就有这么一个女儿，她一定希望我们亲自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婚礼。再说了，这也是我在结婚前唯一能为她做的事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多么不舍得我嫁出去啊。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舍不得你，你呢，也舍不得他们。不过，常言道，一个姑爷半个儿嘛，是吧？你想想看。你爸妈不但没把你给丢了，还多了半个儿子，应该高兴才对。放心吧，我会好好孝顺他们。你说的是真心话吗？要是有半点虚情假意，随便你怎么处置都行。嗯，那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了，继续当快递吧。啊，上车，走。嗯。安全带。嗯。走了。嗯，慢点儿。好嘞。佩云，佩云，别生气了。咱们俩不就是斗斗嘴吗？哎呀，你别那么小气，大不了我改天请你吃麻辣火锅消消气呀。吃麻辣火锅能消气吗？你安的什么心呢？存心想气死我吧？哎呀，佩云，你讲话要凭良心呐！我对你们一家人呐，可是仁至义尽。当年静雯破产想不开的时候，是谁二话不说拿出钱让你们一家度过难关的？此一时彼一时嘛，以前帮过我们是没错，哎，不过我们若愚啊要嫁给大会计师了，我欠你那几个钱很快就可以还给你了啊，连本带利。会计师，会计师每天都挂嘴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拿得了吗？没问题。妈，我们来了。哎呀，阿姨，你们来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徐丽呀，这就是我的大会计师女婿。会计师，哎呀，会计师女婿啊，你那么忙，你怎么有时间到这里来啊？若愚说，妈，你不是特别嘱咐我要带伟凡一起来送喜帖的吗？哦，送喜帖啊！哦，送送。徐丽阿姨，这是您的喜帖。嗯啊，还有喜饼，请您务必赏光，光临我跟若愚的婚礼。嗯，恭喜你啊，娶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你的女儿，恭喜你们了。
这不若愚吗？你怎么过来了？这是小张。你好。小张，这是你的喜帖。让我猜一下，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会计师是不是？哎呀，久仰大名啊，恭喜恭喜啊，可以娶到这么漂亮的女孩。那是必须的。我林伟凡这辈子做的最牛的事就是娶了若愚做我老婆。若愚啊，你太幸福了，我都羡慕死了。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也能找到一个好人家的女孩。你撞我干什么啊？小张，你一定可以的，要加油！加油加油！我警告你啊，你可千万别妄想追我的女儿，她们眼光可高着呢，离她们远点啊！去！小张，这是你的喜饼。其他的帮我送给你的同事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啊。哎呀，结婚那天就是新娘子喽，新娘子要漂漂亮亮的，记得多买点彩妆啊。那天我可以帮你画，我一定帮你画得很漂亮，很好看。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先去忙了啊。再见。好，去吧。哎呦，伟凡，若愚啊，你们俩那个婚戒买好了没有啊？这不忙着送喜帖吗？我已经打过招呼了，稍后就带着若愚去看看戒指。听我说啊，一定要买有纪念意义的，就是那个保值的。您放心吧，阿姨，肯定是保值的，而且保证让若愚满意。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么我们接着送喜帖去了。哎，好好好，快去快去，妈再见。我们走了，阿姨啊。哎，再见啊。会计师女婿，你走好啊。执行长啊，执行长，执行长，你好，我是天涯何方的助理主持人周雨辰，以后请你多多关照。往后希望能跟执行长您继续学习，我也会更加努力充实我自己的。喂，平安。我明天就飞过去了，雨辰，我好想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了。我也是。明天啊，那我明天去接你好不好？好了。明天见。拜拜。拜拜。雨辰，若愚。雨辰，那我的喜帖，恭喜啊，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了。伟凡，我可告诉你啊。我们家若愚心地善良，你可不能欺负她，结婚以后更是要好好待她，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你要是敢欺负她，你就死定了。你的靠山还真多，完了我死定了。那我们就先走了，还要接着送喜帖呢。好，那你们先忙。好，雨辰，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拜拜。食材的处理期限什么时候由一个月变成两个月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副董，这件事情是我决定的，我觉得呀，这样可以节约成本，还可以增加我们餐厅的获利空间，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大家才能多拿奖金，好回去过年。成本的控制当然是必要的，不过食材的品质绝对不能够因此而下降。当初这个期限是由我和董事长两个人定出来的，当然有我们的道理，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呢？食材管理部门，你们回去啊，重新拟定一份新的报告，然后成交上来。是，总经理。如果大家没什么别的问题的话，
就散会吧，啊，散会吧。是。姚总，你留下来。子阳，你现在是总经理，而且将来有一天你极有可能成为接班人，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跟董事长的经营理念。你刚才什么态度啊？太轻浮了，这样怎么能带领手下？妈，您放心，我一定尽快增强自身的素质修养，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二遍了。好了好了，妈，别生气了啊。好了，你这孩子上班的时候正经一点。哦哦，对，正经的，正经的。那妈，我去忙了。嗯。哎呦，我说这一天到晚就是开会，开会，开会的，大早上起来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说。你知不知道？想当年我们东北五星级饭店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一提我们开会，那就是联欢会。真的？不是联欢会就是庆功会，反正各种开心。哎。那个，我们刚才总经理主要说什么呀？啊，说的什么事啊？哎，说的什么事？你跟我说呀！你给我闭嘴！你喝酒了是不是？昨天晚上是不是？不，臭死我了！离我远点儿！不是，我身上有这么大的酒味吗？啊！咦，臭死了！江山鲁明！哎呦，两位新人，恭喜恭喜啊！恭喜会计师，这是你的喜帖。哎呦，谢谢谢谢，太好了！伴娘找到了没有啊？我来呀，就是找你当伴娘的。真的。鲁明，我终于和伴娘挂上边了，嗨，抱一抱，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吧？找她当伴娘？行，我也抱一下，爸，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那，你们的喜礼，谢谢谢谢啊！我们还没给你们随礼呢，你们先给我们送上礼了。没关系，大会计师，若约，恭喜你们俩了，祝你们两个人早生贵子。谢谢你们的祝福，有我一份吗？哎，有的有的。哎呀，若鱼怎么可能没？若鱼，今天餐厅来了好多客人，我都忙不过来了，你能不能留在这里帮我啊？啊？你说什么呢，相亲？你这人怎么这么好意思？啊，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可以留下来的。若鱼，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再说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我们送呢。但他们需要人手，我终于可以当伴娘了。这些喜帖，你帮我送吧。我不好意思啊。哎呀，好了，那你早点回来。嗯，再见啊。啊，再见啊。再见。开车慢点。不好意思啊。哎，若鱼，快啊，这太好了。哎，李若愚，你在干嘛？会不会端菜啊？怎么搞的？外面现在所有的宾客都在等着享用这道功夫菜呢。你知不知道这乌参花了多久才熬出来的？8个小时啊！你们在吵什么？外面都听到了。副董，这是怎么回事啊？总经理，是我不好，我是不小心的，我愿意照价赔偿。赔偿？你做错事情一句赔偿就没事了？李若愚，我看你还是回家结婚算了，心不在焉的。你们呢？若云，若云，你没事吧？这么一赔，半个月薪水又没了。我没事，你快去忙吧。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啊。嗯，开心点，过两天咱可就是新娘子了。嗯，那我先回去了。嗯。李若雨，你真口气啊！当服务员只是暂时的，当厨师才是你的目标。我绝对不能被打倒。我要加油，加油！回首这一趟，比天涯漫长。有。啊！啊！啊！
哎，没事吧你？哎，怎么样？没事吧？你，啊，疼死我了！啊，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受伤没有、啊？好了好了，你的脸没事，啊，别紧张，已经很漂亮了。不过你应该活动活动手脚，看看有伤到别的地方。嗯。啊，我的车！完了，车坏了，骑不了了。你脑子被门挤了，你不长眼啊？你把我的车撞成这样啊！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这汽车专用道，你冷不丁出来吓我一跳，我还没跟你要我的精神损失费呢。明明是你从那边冲出来的，我在这边骑得好好的，我开心着呢，我还唱着歌呢。你素质有问题。我素质有问题？我看你素质有问题。我这正拐弯呢，你冷不丁吓我一跳。再说了，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出来寻死啊？你诅咒我，你也太过分了。你赔我车。我来不及了，幸亏你走运，我今天赶时间。我告诉你，别让我在这个城市里遇到你。好啦，你周围看看有没有公交车牌啊，有没有出租车，你怎么赶时间呢？今天算我善心大发，想去哪儿我送你去，就算我小小的赔罪吧。啊，我你还没跟我说你去哪儿呢，让我怎么送你啊？水井云天，你往前开就对了。是哪家餐厅啊？是美肤中心。你们女人呢可真够可怜的，美容瘦身护肤，哼，真够瞎折腾的，是给心爱的男人看的吧？你少胡说，我才不是为了男人而活。我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皮肤呢细白滑嫩，我自己看了开心，你懂不懂？你还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这么夸奖和赞美自己的。哎，你是不是在勾引我？你幸福。请，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姚子阳，姚明的姚，银子的子，扬名天下的扬。很高兴认识你。好大的口气啊！我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在中海盛庭苑大酒店工作。你是干什么的？我，啊。我给总经理开车，哎，也算是他的助理啊。我一猜就是。哎，我的车。哎，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的车啊，我会尽快修好，然后还给你的。不过呢，还没请教你的尊姓大名，还没有你的联络方式，就算车修好了，我怎么还给你啊？周雨辰，记得修好我的车。好。周雨辰，有点意思啊！努力奋斗。一般业务，交通运输业的营业额为从事交通运输的纳税人提供交通劳务所取得的全部营业额和加快费用。哎呀，二，特殊业务，一，国内联运纳税人将承揽运输业务，分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其他单位，姐夫，哎，那几家货都送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哎呦，大志，
读书呢。舅舅回来了。真不错。姐夫你干嘛呢？我这不是等若云呢吗？他跟伟凡去送帖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这孩子真是的，几点了这？哎，姐夫，这伟凡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他到现在帖子还没发，他到底有没有诚心娶咱们丫头啊？大志，在这儿看书像什么样子？进去。妈，房间里太闷了。姐夫，他们到底去了多久了？哎呀，去了大半天了。说伟凡什么呢？我是说伟凡他。伟凡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想想，你不过是我们李家饺子馆的一个小小的送货员，人家伟凡是大会计师，他的客户啊多得数都数不完，当然送不完了。会计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这是靠真本事赚钱的。是，你是靠真本事赚钱。那当然了。你赚的钱呢，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你不想一想，上次要不是伟凡帮你，你早就流落街头了。行了，姐，说两句。哎，你凭什么总忽视那小子？就算咱们家的小子工厂他关门了，咱们也不能什么事儿都往前看，往前看这样不好。这样你少跟我提饺子工厂关门的事儿。哼。还愣着干嘛呢？还不进去。哦。如果不是八年前我误判形势导致投资失利，咱们饺子工厂也不可能倒闭。是是是，姐夫说的对。难怪你姐啊到现在也放不下这个事儿。是，姐夫，你看我这嘴。哎，对不起对不起。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呢？还不进去包饺子。去。姐夫。哎呀，姐，是不是还在这边包啊？你说呢？啊，姐，别生气啊。加油！怎么还没回来呀？是啊，怎么回事？爸妈，舅舅，我回来了。哎，回来了，若云。哎呦，若云，来，把戒指给我看看啊！戒指，我看看，给。哎，怎么没买个大钻戒呀？伟凡真小气。伟凡是想给我买钻戒的，是我自己不要。哎，说你傻，你还真傻呀！哎，姐夫，来。怎么了？哎呦妈，我只不过是个服务员，就算以后能当上厨师，那我还要干活，手上戴个大钻戒，那算什么呀？哎，对对对。若愚说的没错呀，婚戒的价值啊，是提醒两个人要互相珍惜，不在那几克拉上。嗯，哎，是我结了大半辈子婚了，有人呢就送了我个小金戒指，最后还拿去当了顶债。妈，那个人家夫妻是大难来时各自分，你们可是患难见真情，我还要向你们好好学习呢。哎，那倒是。哎呀，这个家要不是因为我呀，你爸和你舅……哎，姐，我又怎么了？我要是把那屋里那画，我卖出去，姐，我可以给你买像饺子这么大的钻戒。到时候你戴上这个以后，啊，当妈的呢！哎，我说，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你跟我说，帅不帅？帅帅帅！这绝对很帅！你看，哎，我跟你说，咱们家要是没有你姐的话，还真撑到今天呢。哎，你这话说的呀，还有点良心。那我呢？这饺子谁包的？谁包的？那饺子谁送的？是不是我送的？是是，你也干活了，那还不是为了还债？哎，姐。妈，我去洗个手，然后帮你们包饺子。嗯，去吧。嗯。哎，姐，以后你在孩子面前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说错了吗？我。哎，那画是谁画的？你会画吗？别跟我提画，我还嫌你丢在屋里碍事呢。你懂不懂艺术？我怎么也算是艺术家吧？我是不是艺术家？是不是？行了，少跟我提什么艺术家，给我好好包饺子吧你。我跟你说，今天我还不包了，我不包了。
我喝水去。哎，那你也别吃。哎，我说你，老婆，这挺好的，大伙儿挺好的，高兴呢。你这是干什么呀？你都不懂事儿。这已经是确认的测谎。洪导，雨辰呐，你来的正好，准备一下，马上进棚录像。怎么了？许哥今天身体不好，不能来录像了。今天这一集啊，就全靠你一个人独撑了，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我会好好准备的。谢谢了，拜托你多多关照了。这也是个好事，能不能崭露头角，就看你的表现了。没有来机场接我们啊。我刚打他电话，电话不通，可能在忙吧。妈，走吧，我们进去吧。所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我岳父岳母照片的时候，哎，那个婚纱照啊，哎，贴到门上就可以辟邪，贴到房顶上就可以避雷，放到床边就可以避孕了，你知道吗？啊，一个一身黑，一个一身白，就是一个油漆桶配一个面粉桶，有那么夸张吗？有，一个字就是土。还有，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也以为她是卖面粉的。38，38，38，什么意思？三围。三围。小声点，别让她听见。不像你啊。一看就是潮人啊，36，24，32，哪有那么好啊？伟凡，哎，上期彩票中奖号码，好看吗？简直有点晕。等一下，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公主啊，清水一样的目光，白云一样的脸庞。别笑，你一笑我的心就会发烫。若雨，今天就嫁给我吧。爸，哇，好漂亮哦，好漂亮哦。你看这件漂亮的礼服，我要送给雨辰的，叫她当你的新娘子。啊，雨辰怎么还没有来？我好想她哦。喂，雨。哦，是教练，好，马上到。教练打来的？队友都到齐了，我差不多要走了。哦，啊，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乱跑的。雨辰，我对不起你，你骂我吧。我出门的时候，他们拉我主持一个节目，所以雨辰，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啊？我也很想你。雨辰，人家也好想你哦。你快来看我给你准备的礼服。
啊，等一下看好了，不着急啊。哦，我给你准备礼物了。啊，真的不用麻烦了，伯母。你就别拒绝了，我妈可是坚持要带礼物给你。看，新加坡最好吃的零食。应该会胖吧？嗯，那我少吃一点好了。谢谢伯母。你哪里胖了？标准的很。雨辰，你要跟平安结婚了，我好开心哦。雨辰，你现在可是我妈的开心果，都快要取代我了。哦，我快要迟到了，雨辰，你在这里帮我陪妈一会儿，我很快回来。不行的，我是偷偷溜出来的，我还要回去露营呢。那你还有什么时候有空啊？嗯，我们打电话好了，我先走了，谢谢伯母，走啦，拜拜。雨辰，雨辰。他为什么不陪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不会的，雨辰不是说了吗？他有事要忙。妈，你先整理一下，我晚点就回来了啊。嗯。妈，我走了。哦。雨辰为什么不看我给他准备的礼服？